Blue Oys， 这个由 NAD 公司耗时多年研发的多房间串流音乐系统。为什么称 Blue Oys 为系统呢？因为 Blue Oys 不只能控制单一台机器，而是可以同时利用网络控制多台机器，并且进行分区管理，最高可以支援到64个分区。假设今天有3台支援 Blue Oys 的机种，您可以依据实际使用的状况，让3台机器各自单独运作，或是一起播放一样的音乐，但是使用不同的音量。另一项 Blue Oys 的优点就是支援广度，无论您是使用 Android 手机、iOS 系统、Windows 作业系统，甚至是 Mac 电脑，都可以使用近乎一样的流畅操作画面。原厂的更新支援上也不马虎，一季都会有一次较大型的更新，让系统的稳定性自增成熟。强大的音乐库管理功能，不管音乐是放在 NAS 或是电脑里面，亦或是您的机种有 USB 接孔， Blue Oys 都可以读取后分类播放。而串流平台部分， Blue Oys 支援了高达20项的串流音乐平台，主流的 Apple Music、 Spotify、 KKBox 自然不用讲，还支援了 Tidal、Cobus、 亚马逊音乐库、 TuneIn 网络电台，可说是目前市场上支援最全面的系统。而每一台包含 Blue Oys 系统的扩大机或是解码器，基本上也有着完整解码 NQA 档案的能力。在高音质串流发展的趋势下，使用者可以借由网路接收比 CD 还好的音乐聆听。目前 NAD 的产品列像是 C658、 N50.2 播放器、 N10、 N33 扩大机，本身内部已经建有 Blue Oys 模组，使用者不需要再另外付费购买。而像是 C368、 C388 及 M12 前级扩大机，本身没有 Blue Oys 模组，需要另外购买模组安装后，机器才会支援 Blue Oys 的各项机能。您还在聆听 CD 或是黑胶吗？如果对于整理收藏感到倦怠，快来试试 Blue Oys 系统的方便与串流音乐的好音质吧。